首先第一动，我们做一个虚步，重心在后脚，两只手，左手的手掌小鱼际放在我们的寸口穴上面。当重心渐渐的移到前脚，用我的腰转出去。好，以上是挤的分解动作。一、二，好，收。挤的这个动作最重要，会运动到我们的足阳明胃经，所以也对我们的胃方面，如果有相对性的疾病的人，多练这几招应该都会有所帮助。挤，回坐，挤，回坐。